哎呀哎呀我走都是水了水灾我的水桶怎么了拿你两个蛋，就是很温柔的，就是摸一摸，哎，摸摸关子，再摸摸锤子，再摸摸胸脯，就是再摸摸脑袋。就是都乖，我不会把你鸡汤诅咒了的，我只是想要你个蛋。我透了，我透了，乖乖，摸一下，哎呀，舒服，摸啥鸡？靠，没蛋你白让我付出这么多感情。麻烦了那一个我再来找你啊。哇你做的是个圆圆。我觉得你底下肯定有蛋。培养培养感情呗。哦看着蛋了。摸一下。摸一下。哦。不能这样啊。平时给你那么好吃的。那我就不跟你培养感情了，直接拿上啊！别呀！哎呀哎呀！我对不起你！哎呀，不要这么凶嘛！啊！哎，一下也不是很疼嘛，一直忍住，拿！哎呀，真是的！就我给你留一个，行吗？我就拿一个。哎，对，乖乖。把你扣回去，拜拜，乖。看看我刚从外面关鸡棚回来，捡了一颗蛋，啊，这是我们家自己家那个抱出来的马郎鸡下的第一个蛋，还挺大个的，看上面还有各种斑点。马郎鸡的特点就是下黑蛋，黑巧克力色的蛋吧，外加上面会有一些斑点。然后它的这个根据它的纯种程度，蛋的颜色是越来越深，越纯越深。我们家这个还不错，九度黑的话能有个六七度吧。啊，开心开心，嘿嘿嘿！来跟一个正常鸡蛋比一下，漂亮呀！哈哈我们今天要杀鸭子，这俩已经长得很肥了，这是给别人的。卖掉它，我们今天自己再吃一只。鸭子们惊慌失措，到处乱窜，是谁好了？好，我抓住了它，临死之前给你留个全尸，不是，你给你留个遗像。我都没有好好的近距离的观察过你。哇，虽然你很美，但是谁让你十三不靠呢？啊，无辜的小眼神，哎呀，只可惜你是个公鸭子，好肥呀！你看它的头，头怎么这么大？好了，我们开始干吧。还有两只呆仔的家伙，嘿嘿嘿，鸭子 ，I feel so sorry， 别动了。今天让你死得其所，把你做成烤鸭，好吗？哦，我的那烤鸭穿签子吧，在手套扣里面，怎么办？插了里面，阿不煮的还二了，有时候能被自己笑死。好，看我们烤的烤鸭。
虽然说切的不专业吧，但是它好吃呀。哦，嗯，你这屏幕怎么都成这样？哦，总有接盘侠，侠。看看这俩孔雀，把自己真的当宠物了，把狗窝占了。你俩很舒服是吗？啊，外面下着雨，在里屋里面惬意的。真是脸大，我说。很少拍他两个打架，其实他们每天都在干。猫快被烦死了，天天。对，扇他。上肚皮的花纹真好看，不禁赞叹。哎呀，再翻一个，美死了。大圣越来越有一个大爷的样子了，之前还是啊小嫩书生的感觉，现在就一大书板了。这猪肉都吃了一个月了。哎呀，这大牙听着，大王昨天掉了一颗牙，还是中间那么一颗，现在说话跑风啊，是不是？都好认真啊，偷吃的家伙们还没弄好呢，反应一点啊。自从上次我们守着鸭子杀了鸭子之后，这个鸭子都不敢上这边来了，他们光在瑶池那边玩，这个水已经三天没换了，还这么清澈。啊，这个鸭子智商比鸡高的感觉呀！最近把小鸭子放出来，哎呀，他们特别的聒噪。我觉得这三个都是母的，非常好，就留我们家了，有给我们好好下蛋啊！嘿嘿，小兔儿，哎呀，好大了你已经，这还没褪毛呢，嘿嘿。昨天的蛋就是他下的，那个黑蛋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这个炸着罐子。这帮老鸡现在开始挑了，早上带着孵子的湿的不爱吃，在那边都是小鸡在吃。这帮老鸡，哎呀，喂了还跟着我，没办法，给他们加了点食，吃点那个啊鸡粮，这个行。看看这一群毛病，咋啦？今天下大雨。最高时速能有71公里的风速，我的这个苗圃大棚已经被吹翻了。我今天的降雨量能达到100厘米，就是1米的高度。我觉得我的鸡棚要成澡堂子。啊，我马鸡都不敢出来，都放出来了，又回去了。现在是下午4-5点。下了一整天了，刚停一会儿，看我们下面的水都要漫上来了。看看，这才叫真正的落汤鸡。你们还好吗，珍珠鸡们？
湿的。哇塞，我的鸡棚全是水啊，饿。鸭子倒是开心了，雨中作乐。看那个小的，太搞笑。再来一个，这才是真正的澡堂子。鸭子好开心。看看我的鸡棚都是水了，啊哈哈，鸡儿们对不起你们，看鸡们多可怜，都在这儿待着，我把食儿都给它放到屋里面来吃，这样减少它们出去被淋的几率。啊，我们这个省最烦的就是降雨量太大，就是夏天的时候干，冬天的时候哗哗哗哗没完没了，愁死了。哈哈，看看，优秀，又是一个黑蛋。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马郎鸡，因为它属于观赏鸡，所以说它下蛋只是隔一天下一个，它不会天天下。嘿嘿，洗了洗，它真的还掉色儿，你看它自己刨出来的都巴巴拉拉的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今天早上一醒来，这个水就涨到这里了，在我菜地下面。原来这个地方都不是连成一片的。昨天晚上水灾，这说还要再下两三天呢，这咋办呢？不会把我们家淹了吧？我是不是今天晚上要订一个酒店？鸭子要开心了，去放鸭子去。这么大的湖你不玩，非得弄个小夹旮旯。我感觉我们家莫名其妙变成了海景房了。优秀的这俩狗。哇，爽爽爽。大王一看懵了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我家的水桶怎么在底下？这轮胎都飘了！我靠，我的皮球都跑了，什么鬼？哎，我的水桶怎么在这里？花盆儿，哎呀，什么鬼？看我从水里捡了块浮木。反过来看一下，上面全是这个，这应该是云芝，看一下能泡水的。行了，别啃了，这是我们家喝水用的，扛走。看看我家后面湍急的河流，看看这大水。水灾啦！我们来看海的，去买个菜都变成这样了。优秀，跟黄河有一拼。我们本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子，我们刚才经过的时候看有房子淹了。边上有一个小房子泡在水里面，好惨啊！今天的降水简直太夸张了，下午还要下。鹰来啦！跑了，刚跑，它是来干什么的？想吃。
那是个鹰哎，我看看它泛白了吗？它是那种白头鹰，它刚才过来了，一看一看人在这儿跑了。哇，你看它好翱翔哎，看不清楚，哎，站在枝头上了，有本事你来呀，一个子弹射死你。看我们今天这个水下去了，一夜之间，这波动起伏有点大，小心脏受不了。干娘娘，干娘娘，嗨，妖艳贱货，你看这个大尾巴。看这是什么？我们邻居之前在那个就是他们家杀了几头猪，给的猪油，然后都不好了，时间很长了，给鸡吃的，给鸡炖了炖吃，他们可香了。这两天他们遭受水灾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吃点好的。然后那个抢了一块刚吃下去。呦，呱呱呱呱呱，你干啥？你看我们这个鸡槽子从那边移到这边，动过段时间就得换个地儿，要不让那个鸡踩来踩去，草都不长了。那个在这认真的吃。大侠，你别抢人家的。大王，大王。哎，急点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小伙伴们关注我哟，记得点赞哟。